各位知道吗？蜜蜂呢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棒的一个生物，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那个植物啊，都是靠蜜蜂来去授予花粉的。那如果说蜜蜂消失的话，这个世界上的大家都没有冰淇淋可以吃了。说到冰淇淋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拿一只冰棒来吃？那你们是不是应该要爱护地球，不要残害蜜蜂呢？没有人残害蜜蜂啊。那可是就，那你们都残害这个大自然啊。那以后你就不准吃冰棒。你就不准吃冰淇淋，不准吃冰棒。蜜蜂很珍贵呢，是不是？那就开冷气杀北极熊。你这很过分。没关系啦，以后就是开冷气让北极熊吹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对啊，有道理啊。你这样不是那个吗？跟什么一个便当吃不饱，那可以吃第二个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打到小燕。我就是要友善包容，我尊重友善包容。打你还好吗？海猫，你要帮我换什么玻璃？可能是冰淇淋哦，因为就是冰淇淋，它其实它里面有材料都是要用到那个啊蜂蜜啊，或是用一些其他东西。蜜蜂减少了，那当然就你还在挖蜜蜂，应该说不是蜂蜜啦，就是说有些植物它们是都是靠蜜蜂来去种。哎，我的给你要种的话，基本上是种不出来。你有什么给你？我的扳手、啊，没办法靠人工繁衍。我回家拿。哦不。我就说，TP 我会摔死啊！你还 TP 我？在高空作业啊！好，快速跑回家呢。少平，你为什么还要杀蜜蜂？因为这是游戏啊！我在 GTA 里面杀人，我也不会跑到真的世界去杀人的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游戏啊，懂不懂？谁在？这道理都不懂。谁在我家旁边盖奇怪的东西？我只是帮你的观众问一下问题，又不是我。啊，好啦，我误会你了啊。噼里啪啦！啊，你很高兴了吗？你 happy 了吗？请问你 happy 了吗 ？happy 了吗？哎呦，我被叮了！噔噔噔，底下也是啊。不行，要先挖上面，再挖下面。你上面都还没有挖完，你就一直挖下面。讲小 M 哦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就可以啊。直接讲出来。小 M 哦。为什么你那么讨厌我？因为你把他东西偷走啦、啊！我没有把他东西偷走啊！那他的那个呢？我在他的书房那边放几个灵魂沙，那你还不是就很讨厌？一堆垃圾在我家干嘛？哎、欸，救命啊！老皮，老皮，救命啊！蜜蜂在看着我哎、欸，他去找你，你抱他。人啊，很痛哎、欸！不要打我的蜜蜂。去等等等，会被蜜蜂蛰咬，但如果等等等，我们等等等。冷气开强一点，全世界的蜜蜂都会被冷气的热气杀光光。放上七七和弟弟，开冷气，像七七和弟弟开着冷气，全世界的蜜蜂都死在我的热气，冷气的有人吃毒啦！小 N， 有人蜜蜂弄我，我是被怪打下来的啊！你要挖一下跟我讲一下嘛，你的呢？又放我一个，没有回家一下，我被你打。冷门，有时会被伙伴放电，但如果……老外，你说那个是放在哪一楼箱子啊？哎呦，往旁边呢？最上面啊？哎，没有。好了，我吃好了。上面那一层，上面下来那一层。还要飞回去，刚刚死掉的地方是 M， 然后我没事啊。你刚刚是在地狱死的吗？没有，刚刚在家里那边死的。你按 M， 然后设置记录点。哦。然后有没有一个 Last Death 那个最后一个死亡点？有哦。那你按锤子挖是吗？按它之后。可以啊，然后就是还是只能挖一个、啊，耶！他并没有挖比较多，跑那鬼东西。因为这个算是沙之类的，所以你用沙子挖。我天哪！卡路里怎么挖这么快？你用什么东西挖啊？骨头。记住，你用拳头挖也是一样啊。他那个其实用拳头挖也是一样，只是我拿镐子挖的原因是因为想说，反正镐子不会坏啊。好像镐子也不会有经验。是啊是啊是啊，有人他快受不了，他耳朵快爆炸了。一天要蜜蜂的时间太了……哎、欸，上面东西都没有挖完呢、欸。哦，我东西满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我等他过来。我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跳下去啊。想要泥土吗？
为了这个。好，圣光啊，你有看见？等一下在高空跳水台根本就是死人的吧？不会啦，不会死人的。你要相信他。掉下去根本没水啊！你的事，我的事。啊、你的事。好多小朋友没看过救难小。好了，我放一下给你们看了，不要说。让鸡鸡和弟弟。个鸡鸡。不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唱吗？哦、不是。就好像崩坏了。个鸡鸡。如果你们有要献的话，可以去捡羊毛、哎，然后把它拿去。风啊，风风哦。人们有时会被罪恶打败，但如果我们彼此互相扶持，不分你的事，我的事。但为什么有一种肚子饿的感觉？有没看过吗？有一种肚子饿的感觉。我想要你讲话。太高了吗？唱不上去，唱不上去。我家以前有那个卡带。哇！哦，太高了，唱不上去了。没有，其实是我没有开嗓，开嗓该唱上去。哇嘞！他那个唱腔唱的有点像，我一直以为张雨生唱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张雨生，我一直以为是张雨生唱，因为那声音很像张雨生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算了，反正你连张雨生都没听过，算了。我知道张雨生是谁啊？那你唱首张雨生的歌来。欸、他有一首很有名的那首歌叫什么？来唱唱唱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来唱，请唱，请唱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哦，完整版的啊。不是，他还有一首很高的音，跟桃子合唱那首。哪一个？忘记了。我要比天一样高那个吗？我忘记了。那就是那首吧。我的未来不是梦吗？不是啊，我要和天一样高。那首真的很难，那首更难。我都去那个 KTV 唱那个一样的月光、那個、啊！那我们现在就上去唱啦。每次都要约唱歌，然后都没有约成功啊。走啊，坏就坏东西的问题啊。哎、又是我了，没事讲一讲。没有，我昨天有问哦、喔，然后就有人说没有啊，因为我在忙。好啊，走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走啊，没关系。有人说那个是 CN 节目、啊、不是，那个是那个迪士尼的，他那个不是 Cartoon Never。 来啊，白费您到底的，您到底的，您到底家什么切鸡鸡和弟弟，恶心啊你们，别那么恶心啊。你家怎么没有入口？我家没有入口啊。他家入口在家里啊。欸，这个逻辑上去就是了。13岁赶快睡觉了啦！你如果说年纪太小了，如果不赶快睡，以后会长不高。你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？啊，卡卡露露，我要死了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卡卡卡卡卡卡露露。有时噔噔噔，会被种一堆火焰花。有人要来我家种火焰花，你看看。我们哎、欸，不能种，哈哈，没关系。你有这样放弃了吗？哎呦，火焰花没有种，为什么老坏家附近有一个很奇怪的建筑物出现？哪里？就是你那里啊？你看我在猜了吗？我以为你在盖、欸，没有，原来是编哦。难怪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你可以上得去？不好盖了吧？还有跳到藤蔓跳不上去，他好。好 笑，我在看啊，那个什么黑咖啡到底看你怎么笑？哎、欸，我在拆东西啊、欸！你不要在我家种火焰花好吗？不能种啦！你不要在我家种喇叭花好吗？不能种啦！你不要在我家吹喇叭好吗？谁在家吹喇叭？你不要在我家吹唢呐好吗？唢呐、啊？对啦，是张雨生跟哎呀。
跟艾雅是不是？艾雅是哪位？就是、他跟桃子合唱那首《我期待》。哦，我期待那个。对，那首啦。契合犬。我期待个你。为什么有一本附魔书叫契合犬啊？然后用空手打会更痛吗？谢和弦有关系吗？口是心非。冠军，你踩那干嘛？快！张雨生是疲劳驾驶啦，他没酒驾啦。他不是酒驾，他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他过世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难过的。虽然说我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他是意外啊，他是意外、啊，那算是意外。那时候他好像是在赶那个通告还是什么的吧，就是那个录音吧。后来不是有个艺人，一个女艺人也是吗？那个什么什么我什么伟伦还是什么？我忘记。徐伟伦哦，徐伟伦那是车祸上身，那个是他经纪人开车。对呀、啊，不然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还不错啊。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应该会唱一些比较酷炫的歌。飞笨猪，那时候真的很红啊，我家这边视野太好了吧？当然，这是必须的。挖完了，老皮。我现在港口站看起来好漂亮哦。老皮，我们都挖完了。对啊，可是那个右手边那个，因为太方了，我觉得要改造一下。老皮，我们都挖完了。你说右手边哪边那个、哦？对啊，左边那个也是很适合当港口啊。左边那个，老皮，我们挖完了。左边那一块半月啊。哦。你完全没听我在讲话。切，小安完全被忽视。嘿嘿，小安。没有，我差一点，我差一点就快陪你了。哎呦，吓死！卡鲁果是不是一直在旁边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我就马上过去了嘛，你干嘛这样子？没有，我在他旁边，我根本就不是我，好不好？你就看到你的头。可是我刚刚一直在卡鲁旁边。那刚才谁打我？我怎么会知道谁打你？你去问老坏啊！我都被他打下去了，你还想要？我刚明明看了你的眼，而且那个我画面还黑一下。哎呦，啊 ，M 吼，爱你，下雨喽。好啦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出发下一个地方吧。得过每一分钟，我的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他的音很高，再高一点，还没有到很高音的地方吧？我的未来不是梦，他不是一开始就蛮高了吗？对啊。我知道，他没有抖成这样吗？公害啊！抖成这样，有公害、啊！你们赢我！你要去啦！救命！我把你血的蜘蛛，因为我姐，我恨你们！你自己下去的话，我拼了！哎、欸，有人死掉了！哎、欸，有人僵了，僵死人僵！不是、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解释了，你干得很好。因为我要 good job， 因为我知道老平那边很是悬崖，所以我就从旁边挖一个洞，结果马上跑出去这边，然后别人就跑到老平那边爆炸，把他踢下去。对啊，所以是老平的问题。对呀、啊，太过分！哎、欸，你先 TP 到我这边来啦，帮我解释。下面不是岩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岩浆。掉到岩浆，你下面那边很多大，没有岩浆啦，赶快啦。那里很多大蜘蛛哎、欸，安德蜘蛛啦，怎么打、啊？有一只蜘蛛王哎、欸，好重！你们来过来拿装备过来帮忙打啦，我东西全喷了啦。好了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也死了。卡路，你要先 TP 吗？我已经在你那边了，可是我这样下去，那我帮你。谁在安全一点的地方？哦、我用那个，这里很安全的啦，这里很安全。哎呦，又有人摔，有人终于摔死了，又把自己玩死了。你也有今天啊？你有今天，终于把自己玩死了。终于把自己玩死了。盖这么高、啊，可终于。啊，最剩下的那些蜂蜜呢？啊，那些蜂蜜怎么都不见了？先过来救人啊！都被拿走了。先过来救人啊！哎，没有蜂蜜要怎么下去？蜂蜜没有蜂蜜要怎么下去？哈？为什么要蜂蜜？因为蜂蜜可以倒啊，蜂蜜在这里可以当水流啊。是啊，我来了，你给我快点过来！好像有听说这个，你没有？你要先拿屠宰机啦，屠宰机。不是啊，重点是要放哪里，我根本不知道啊。不是，你直接 TP 下来就敢，你就 TP 到我这边身上就好了。TP 到我身上，然后马上放屠宰机就可以了。赶紧你嘞！哎，你凶哎！哎，我要去 TP 坏东西了。你屁我干什么啦？因为你最安全。Q 敌啊 ，Q 敌屁啦！你最危险。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尸体啊！哦，在那边捡什么尸啊？不理你了啦！
我打怪，怎么不理我？看你明明就站在那里不动。所以我这边打蜘蛛，你看我的画面，你自己看我的画面。哎、欸，我捡到。